道场神长行的十句看起，莲花光明道场神，得菩提树下寂然不动，而冲遍十方解头门。 清凉大师在这一段里面说了两句话：“身病十方，而无来往；智如住相，了法空寂。” 这两句话说的非常之好，可以说呢，是真正做到了就近庄严道场，是我们应当啊要学习的。纵然学不到。 古人讲的好啊，“心想往之啊”，这就是所谓是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。但是一定要懂这个道理，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啊！从哪里学起呢？从放下啊！ 莲花光明，莲花代表清净，出污泥而不染呐，意思非常非常的深广。光明是智慧。我们在《大乘经》里面。 有很深的体会，没有智慧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我们看看世间人遭遇许许多多障碍。没有方法解决。 啊，真是，越想解决，麻烦就越多。这是什么回事？情？这就是没有智慧。秦时是制造问题不能解决问题。 啊，唯有智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菩萨所修学的法门，是菩提树下既然不动。我们读这个经啊，一定要晓得。 佛的言语意在言外，你不要去找一棵菩提树啊，坐在那个树下既然不动，你就错了，啊，你就不懂佛的意思了，啊，古德有所谓 身是菩提树啊，心如明镜台啊，这是唐朝神秀大师讲的。虽然这一首偈说的不就近，但是对于中下根性的人来说很有利 无足任和尚也很赞叹呐、啊，啊，他能够体会的，啊，菩提树在哪里？身是菩提树啊，既然不动啊，就是视线、成等正据。 这个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啊！这个意思呢，是心不动啊，身不染呐、啊。啊，身怎么能不动？身要不动，这个身就是废物了、啊。 不起作用了，这个决定不是佛法啊！佛法里面的生呢，活活泼泼，哪里是不动的。因此，生不动啊，我们晓得，生是不染物；心不动啊。 身不染，身心都充遍十方法界，这是不思议的境界啊！就是《华严》里面所说的法身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。 发生、报声应声。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，一都不二啊！啊，所以要问发生在哪里？这个色身呢，是发生的代表，可以代表圆满发生。 啊，可以代表宝神。也可以代表硬化神。也可以说这个身对三生来讲呢都不是，也可以说都是，这个意思，我们要细心去参究啊。 这样才真正懂得佛所说的一趣。那么，就大经佛常常给我们讲的。 虽然、啊、说的是化身菩萨的境界，与我们依旧是有密切的关联，从体相作用。 从因缘果报上来观察，诸佛如来、法身菩萨、一切众生，说实在的话，没有两样啊，是一不是二啊，差别在哪里呢？ 差别在迷雾，除了迷雾之外，实实在在呀，看不出有什么差别。佛与大菩萨觉悟啊，六道凡夫。 迷惑啊，所以转迷为悟，凡夫就成佛了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迷雾从哪里转呢？ 莲花光明菩萨教导我们的方法好啊，身心不懂啊，我们每天。 从早到晚，六根接触的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试问问，我会不会为境界所转？ 六根戒出六尘境界，会起心动念啊那既然不动就没有了吗？诸位要知道啊，既然不动啊，是真心的。 既然不动啊，而现的身相啊，是真色，不是妄测。啊，性色，《楞严经》上说的很好。 可是，一起心，一动念，这个性色就变成了色尘，就错了。这个外面境界下呢，就生起了变化。 这个变化就是佛在经上常讲的“一切法从心想生”，啊，在华严所说的“为事所变”，你的实心起作用啊，所以这个境界下呢，啊、就产生变化了。 道场神护持道场，心是道场，身是道场，心周边设方法界，我们似乎可以理解。这个身呢，周边。 设方法界呢，我们就很难理解了。实在讲，我们这个身呢，真的是周边设方法界，每一个细胞。 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说，组成细胞啊是原子，组成原子是电子，组成电子的是粒子。科学将来再进展，不知道这个粒子还能不能分。 假设最小的这个物质现象，在佛法里面称之为零虚尘了，就是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，就虚空了，啊，跟这个虚空做邻居了，这是物质。 这个物质有四种现象，称为四大啊：地、水、火、空、火风啊。地是讲它是一个物质啊，火大呢是讲它有温度，水大了是讲它有湿度。 风大了，是蛇，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止的啊，它是动的。那我们现在来想想啊，这个灵虚城啊，这是我们的色身呐、啊，构造的基本吗？最基本的这个、物质条件吗？ 这个物质，它的火大现在科学家里面称火大叫带阳电，称水大叫带阴电。我们要问问，它的电磁波会不会周边释放？ 这个最小的物质，它是动的。既然是动，我们晓得动一定有震动，震动一定产生了波动的现象。这个波动现象会不会周边释放？ 这从物理上讲啊，啊，物理学家了疏忽了心理啊，啊，无蝶波动，电还是物质啊，啊，无论它是阴电是阳电，它还是物质。 它产生的波动速度并不是很大，但是它要随着新的波动，它的速度就跟心心波就相同。 就像我们现在的声波啊，我们知道这个声音呢波动的现象速度并不是很快啊，但是这个波如果随着电磁波呢，它的速度就跟电磁波一样快啊，一秒钟能够达到三十万公里。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话，我们的这个音声随着电磁波这个波动啊，几乎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，你去接收都好像是同步一样。这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地球的这个。 圆周啊，不到三十万公里啊！啊，三十万公里绕地球好多周了，似乎就是同步街道啊。电磁波要跟新的波动啊，那就简直不能比啊！ 心的波动，我们齐心动念了。这刹那之间呢，周边虚空法界，诸位就想想，啊，我们这物质波动的现象，随顺着这个心理波动现象。 就能周边虚空发现。就佛在经上说的啊，不要说太远了，就说西方极乐世界。佛讲，这个世界在哪里呢？在我们娑婆世界的西方。 去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国度。啊，一个佛国度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换一句话说，这当中距离多远呢？这当中有十万亿个佛国度那一边是极乐世界。 我们现在讲数字之大了，称为天文数字啊！这个比天文数字不知道要大多少倍，没有法子计算的、啊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不要说佛菩萨了。 刚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下下品往生的人，一瓶烦恼都没有断，但是他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他六根的能力呀、啊、恢复了。 啊，注意要晓得，这个恢复是佛本愿为神加持他恢复的，啊，不是他自己修成的，因此叫待业。自己修成了，就不待业了嘛。佛在经上给我们说他们的能力。 天眼动视，天而彻天呐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在西方极乐世界能够看到我们。他能看到我们，不是他到我们这里来，也不是我们到他那去。 是什么个道理呢？他的六根能力周边虚空法界，我们这个身体的形状也周边虚空法界，这里头没有障碍呀、啊。他为什么见不到呢？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我们自己看自己都没有看清楚。 他把我们看清楚了，道理在此地啊！你要问这是什么个原理？原理就是既然不动。什么时候我们要做到既然不动了，这个能力就恢复了。 我们心啊，就像一杯水一样啊。这个水在震动，水在起波浪不平，照的作用啊就失掉了。我如果这个水很静。啊，能极净，没有污染。 没有震动，水是平的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外面境界就照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,白白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这个道理，我们多想想啊，不难体会到。 这个经，这个修学的法门，是在道场上啊。道场神是护法神，护一切诸佛的正法，护一切众生的正法。 怎么个护法？从哪里下手？莲花光明神告诉我们呐、啊，从自己身心上下手啊，不是从外头境界上啊。对的，一点都不错。我们的心真。 深圳，我们自自然然就会端正道场啊，端正我们的生活环境，端正我们的学习环境。 端正我们帮助一切众生的环境，都要从自己身心着手。如果我们不晓得这个意思，不知道这样的刑法。 说老实话，我们怎样护持佛法啊？怎样护持自己？怎么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得到成就？ 道长生慈悲啊，他教导我们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：既然不动啊，我们有一点概念了啊，冲遍十方呢，我们也呃没有什么怀疑了。从哪里下手？ 能不能说具体一点？那首先，我们得想想，我们的心为什么会妄动？佛在《大小成精论》里面都常常讲啊。 六道凡夫的心呢，无名妄动啊,啊！无名是什么？无名。不明了宇宙人生真相，明了他就不动了，他心就是寂静的。 不明了怎么样呢？胡思乱想，这就是无量借来的习气、习染了、啊。 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啊，看到外面一些色相，自己在猜想，啊，听到一些声音像，像心里就起分别。 一定呢，连着有执着，所以，我们生活在妄想分别执着的世间啊，这个世间就叫六道轮回呀、啊。啊，六道轮回是妄想分别执着而来的，变现出来的。 不是佛菩萨造的，也不是上帝造的，也不是鬼神阎罗王造的，化身呐、啊，从心想生出来的呀、啊。啊，从这个错误的想法、看法，从这生出来的。 所以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！这个虚幻象存不存在呢？可以说不存在啊！所以佛给我们说出这个所有一切现象的真相，叫不生不灭。 不生，没有啊！不灭了，就是存在呀、啊。这个意思，想起来好像是矛盾的、啊。他是真相。 不生是给你讲真的事实真相啊，不灭呢是给你讲这个幻象。幻象何以不灭呢？幻象是你自己感觉的，这个幻象存在。 这个幻象是个相虚相啊，也就是说，真的相不生啊，相虚相不灭啊。我们常常讲的因果不空。 你真正晓得因果不空的这个意思，不生不灭，你会体会到一些。啊，因果何以不空？相续不空，相续相；转变不空，循环不空。那么换一句话说。 不灭里头啊，就有相续、转变、循环啊。不生不灭是一，不是二。你要是把它分开了，那你错了。你不解如来真实一啊。 这是跟你说真话，明白佛陀真实教诲佛讲，我们真的懂得真的明白了，这个下手处就不难了。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永远把分别执着断掉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入寂然不动的境界啊！确确实实，六根接触,触外头六尘境界。 眼见色，没有分别，没有知着；耳闻声，没有分别，没有知着；口肠胃没有分别，没有知着。外面境界在不在？在可是我们自己呢？给诸位说。 你已经入了一真法界了，一是真的啊，眼见色，这个世出世间圣人啊，教导我们，为了方便起见啊，把无量无边的色相归纳为五大类。 啊，你眼看着总不出这个五大类啊。啊，五大类是五种色：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。你看得清清楚楚，可是你没有分别，你没有执着，你入了一阵呐、啊。 啊，这个眼根从色这个色法里头啊入了一针了、啊。换一句话说呢，你眼睛看种种色是一个色，你去体会体会这个味道。啊，儿听的音声，五音呢？啊，用中国从前的术语来讲啊。 共商角之语啊，音色的高低呀、啊。现在你呀、啊，既然不动之下了，你听五音是一个音，耳从音声里面入一正法界了。 并不是啊，这五音合成一个音了，不是的；也不是五种颜色都合成一个了，混合成一个了，不是的。清清楚楚、明明白明白，你没有分别之处吧？都一样嘛？谁常为？ 味是也无味啊，酸甜苦辣咸呢、啊。你一到既然不动的时候，无味变成一味了。啊，这个菜端上还是，啊，这个咸的，哎，好吃；啊，那个苦的，好吃，都一样，都好吃。 绝对没有知足舌根从五味里面得到一味，诸位要晓得，一味是真味呀、啊，一个色是真色，一个音是真音呐、啊，然后你才晓得，诸佛菩萨为什么那么快乐，为什么那么欢喜。 啊，没有一样不开心的。啊，我们凡夫为什么做不到？凡夫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。我喜欢红的，我讨厌黑的。见到红的欢喜，见到黑的厌恶，不行了，你被境界所转了。 啊，你生活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，这很苦啊！啊，你没有得到，截然不动啊！截然不动是即灭人呐、啊。真心显现,现，真心是截然不动的，妄心是动的，对、啊、妄心是生灭心的。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忘心作主啊，忘心用事啊，没有一样自在呀、啊，啊，活得好苦啊！所以护持道场这个地方，道场是讲一真法界，那是真道场。 如何？我们护护持这个眼根啊，我们不说眼根，换个名词来讲，见心。人严经常讲的，我们用见性啊，就见到色相，不着色相啊，色的相呢，有红黄蓝白黑吗？ 色的性呢是一个，红黄南北还是一个性呐、啊？工商就之啊，五音呢、啊，也是一个性呐、啊？相相有五个，有五音啊，酸甜苦辣咸呐、啊，味呀、啊、味的相有这五种，性是一个。 静心不着下。闻身心不着身下。食尝味心不着味相，这才是寂然不动啊！啊，并不是说你吃东西酸甜苦辣咸都不知道，那你舌头麻木了，麻木不仁了、啊，不是这个。 一切味道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就是这个里头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妄想啊。吃甜的知道是甜的，不不是不知道啊，好吃啊。吃酸的不是不知道酸的，好吃啊。酸甜苦辣咸。 辨别的清清楚楚之，这这会如如不动啊，寂然、啊、不动啊，定。由此可知，严见色，在色相里头练功啊，修行啊耳闻声，而文深在声像里头修行。 鼻嗅香，鼻在香象里头休息；舌尝味，舌在味香里头休息。啊，修什么呢？修寂然不动，寥寥分明。啊，菩萨的德号是莲花光明嘛，光明是寥寥分明啊，如如不动啊。 修这个功夫啊，这个功夫修成了，入了这个境界了。这个境界叫一真法界，这个境界是诸佛、化身菩萨他们受用的境界。 然后再把这个扩大告诉诸位，六道十法界，无非一真法界，华藏极乐在哪里呢？不理当初啊。 可惜，生活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，他见不到，他的心被境界所转，很可怜呢、啊，自己做不了主啊，啊，所以佛说无我，啊，什么人无我呢？众生无我。 我的意思是主宰的意思，众生自己做不了主宰。我是自在的意思，众生活得不自在。你哪里有我？没有，我以为这个身是我，错了，大错的错啊，他错啊！啊，谁把真的我找到了呢？ 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把真我找到了啊！所以大经里面讲啊，化身有我，化身有常乐我净这四种德了啊，叫四净德了，净是清净的净啊，道德的德长常乐。 我尽发生具足这四德，常是永恒的，永恒不变，这叫常啊。乐呢，是永远离苦，世出世间一切苦，他都没有。 利苦为乐，我呢是主宰自在啊，在世出世间，确确实实自己做主，得大自在啊。静是清净，心纯净。 身纯净，境界纯净啊！他在卧轨他在地狱那个境界也是纯净纯善，必通遍十方三世。 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化身居者四种尽德，般若也居四尽德。般若是自信本具的智慧，化身是自信本具的德相。 解脱是自信本具的德能，啊，我们常常讲圆满的智慧是般若，啊，圆满的德能是解脱，圆满的色相是发生，发生般若解脱，通通具自金德，般若里头有长乐国净。 解脱里头有长乐过去那个我是真我，不是假我。凡夫着相啊，不能真的。啊，所以佛在般若经上劝导凡夫。 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你就真得了。啊，真我你就真的。了。啊，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，法现就真的。 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！所以，我们真正要修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功啊！练什么呢？练不知足。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不知足。 不分别啊，先从不执着下手，然后再提升不分别，再提升呢就没有妄想啊。功夫一层一层向上提升啊，先要学的什么？什么样的色相都看得惯，在这个里头没有。 好啊，没有我喜欢，我讨厌，在这个里头修平等性啊，而在阴身里面修平等性啊，平等跟清净是连在一起的啊，无量寿经的经题啊，清净平等觉啊。 只要你修得真正的清净平等，你已经觉悟了。不觉是绝对做不到的。啊，鼻在气味里面修，啊，舌在肠胃里面去修。 花严经到最后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历事练心呢、啊，功夫到哪里去啊？在这些地方修啊。果然，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，你的心呢、啊？ 就入了寂然不动了，寂灭人了、啊。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啊，那不得已而求其其次呢？无生法人，寂灭人下面是无生法人。人王经上说的无生法人菩萨了。 下平的是七地，中平是八地，上平是九地。既然不动啊，这个下平的既然不动啊，是发源地的菩萨，或者是十地。中平是等觉，上平是如来果位上的，这境界高啊。但是诸位晓得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自信的本具的。 啊，非常可惜，我们丧失掉了。啊，丧失不是真的丧失，迷失，我们迷了自信啊，自信的发生般若解脱，这个呃智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呃能力，啊，圆满的向好都不能够兴起。 啊，实在讲，都不能现钱呢，这个话也不是真话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有这个身呢、啊。我们也有一点聪明智慧啊，我们也还有一些办事能力呀、啊。啊，现钱。 我们的聪明智慧，我们办事能力，我们这个身相，从哪里来的？还不是自信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吗？不过现在是现在，我们人衰退了，不圆满了，这对了。啊，正道如来国地，它圆满智慧无所不知，能力是无所不能。 向好啊，具足无量无边的向好，真正恢复了佛法。没有别的，是教我们恢复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向好而已呀、啊。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啊，这个道场神这个一大段的经文里面的义理啊，实实在在不可思议。好，请看道场神长行最后一句：妙光。 照耀大长生，的闲事如来种种力，小朋友们，清凉大师说：“佛有无量力，阴行也然。” 借言句行事即是道场之神呢，故得道场四中下脱。这个话的意思是说，佛在果地上的能力啊，无量无边呐、啊。我们一般人讲的。 神通广大啊！因地是菩萨，包括我们现在啊，我们现在这是触发心的菩萨了。在我们现前呢，一般人常常讲到。 多才多艺啊！这个多才多艺、啊、就是如来国地上啊，种种力的少分呐、啊。我们迷失自信，多分的能力不能现前，少份还现前呢。 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少分的能力庄严道场，这就用的正确了。这种用法呢，与信德就相应。啊，所以道场神呢。 能够以这种修行方法，岂如如来境界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懂得之后啊，你就晓得，真的是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。 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门门都能证无上道啊！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。 我们在谭旭法师佛前开示里面，他老人家常讲啊，我听到的录音带不多啊，但是，我得到这一篇录音带呀，我就把它写出来。 变成小册子流通啊，录音带呢也现在做成 CD，做成光碟了、啊、它里面讲的讲一个故事，是早年他在东北红发啊，他是北方人。 与北方有缘呐、啊，他是中年出家了，啊、跟随地贤老法师学教，地老看他跟北方有缘，就叫他到北方去建道场弘法，所以。 东北几个道场啊，都是他一手建立的。在哈尔滨，他建极洛斯。啊，极洛斯落成之后，他举办一个传界。啊，这么大的法会。 来纪念的道场的落成，请地贤老和尚做德界和尚啊！那个时候他做方丈啊，啊，定西老法师做当家师。 这个我们这香港荃湾的，东林念佛堂呢，就是定西法师创办的。啊，这个两位法师都到香港来了，也都在香港这个地方圆寂往生了，跟香港的缘很殊胜啊。 他说，在开街的时候，啊，开街当然需要许多义工来帮忙，啊，其中有一位出家人，啊，来找定西法师，啊。 希望在这个道场啊做义工，老和尚非常欢喜啊。这个出家人叫修无啊，修行的修，有无的无啊，修无法师。老和尚很欢喜。 定西法师看他呢，啊，比较冷淡一点，啊，因为看他没有念过书，啊，现在人讲啊，没有文化了，土里土气的，就问他你能做什么？修无师就说了，我发心在戒期当中啊，照顾、啊、生病的人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。 戒期在那个时候是五十三天呐，啊，受戒的这些戒子难免不生病，啊，所以他发心呢照顾病患，啊，于是就在道场住下了。 住了几天，好像还没有，哎、呃，这个这个还没有开心，他忽然之间呢，向老和尚、谭旭法师告假。谭旭法师人很慈悲。 人嘛，有事情嘛，当然也不好留他啊。定西法师的修养就不如老和尚啊，定西法师就很生气，他说：“你这个人怎么没有耐心啊？没有恒心啊？戒期只有两个月，你要走，你也应该把这两个月。” 呃，戒期当中啊，你所承担的工作做好，等戒期圆满，你再离开呀。他告诉定西法师说：“他说我来告假了，不是到别的地方去。他说我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。”哦，两个老法师听到这个，那这个是不是普通事情了？ 就问他哪一天？修武师说了：“他说大概不超过一个星期。”啊，请长住啊！准备两百斤劈柴，准备火化的啊，准备两百斤柴火。 啊，定西法师都答应他了。啊，那么他也就回到疗房去了。到第二天呢，他又找老和尚告假，说：“老和尚，我今天就走了。”啊，所以大家赶紧给他准备后事，在这个。 寺院后面小房子头临时给他搭了一个铺啊，他要求老和尚派几个人呢，帮他助念，送他一程当然这种事情大家都很欢喜做啊。 啊，学无私又不生病，啊，身体一切都非常正常。怎么说走就要走了？啊，这个是也是很稀有难遇到的一桩一个盛会呀、啊！啊，所以当时这个道场就尤其有一些人啊去帮他做念。 在做念的时候，有一位同学就说了：“说修布施啊，啊，你这个这个功夫是不错啊，你这是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欲知实智至啊，啊，他说过去啊往生的人总是做几首诗，啊，做几首偈子，留给我们后人做个纪念。啊，他说你也应该做一做一两首诗留给我。” 修摩罗就说了：“他说我是个苦恼的僧人了，啊，没有念过书，啊，我也不会作诗，作诗也不会做记。啊，但是呢，我有一句老实话了，供养大家。” 他就说了一句：“能说不能行呢，不是真智慧呀。”大家听他他这一句话了，觉得很踏实。啊，他讲的话很有道理。啊，说完之后，他就作画了。我说这一段故事。 这段故事在香港老同修一定都知道，谭老法师常讲啊，用修无私来勉励我们大家，修无私一生在道场呢做粗工，啊，粗重的活他干，从来没有怨言，见到任何人。 都笑眯眯的，啊，都很有礼貌，任劳任怨的、啊。他用什么功呢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因为他不认识字，啊，他也没有办法看经，啊，除了在这个常住。 就是寺院里面做这一些粗重工作之外呢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居然就念成功了，真的是一心专念呐，不杂妄想呢、啊。 走的时候，这样的书生。这就是如来种种的在道场里面显示的解脱。他在没有出家之前，是做泥水匠的。 啊，是一个做粗活的，生活非常清苦啊。知道世间苦啊，发心出家了。啊，出家就学这么一句佛号，老实念佛。他是真正是个老实人，说的话都很老实。啊，能说不能行呢、啊？ 没有真智慧呀！啊，我们都到此地啊，在道场里面干活。我们今天讲的时候，义工啊，为大众服务，没有代价的。 不拿工资的，做得那么认真，做得那么欢喜，真的是分别执着，做断了。他这个不是坐船那个那个坐啊，工作里面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都打掉了。 我们在前面所讲的啊，眼在色尘里面作断了，在深尘里面作断了，在未尘里面作断所以。 长生欢喜心，无论是什么人，是什么事，只要叫他，他没有不是欢欢喜喜、尽心尽力来给你服务啊！绝对没有懈怠、懒惰。 工作认真了，每个人都欢喜他了。这是我们应当要效法的啊，也为我们显示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了。 这真正呢，懂得庄严道场、啊、他完成之后，地仙老和尚才到起洛斯听说这个事情，地老就看看他作画的这个地方，非常赞叹呐、啊。这个是出家人的好榜样了。 我们从这个里头细心去体会，应该怎样护持道场，怎样护持正法，怎样帮助这个世间一切苦难众生回头是岸，这就明白了。长航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，啊，再看下面的技术。 二是净庄严床道场神，成佛为离，普观一切道场神众，二说送也。这个一段文字是设计仪。啊，每一段里面都一样，我们。 念的很多了，啊！可是意思很深。世尊不断的在重复，我们要懂得他重复的真正的意思，啊，那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才加强。 多说，希望我们有很深的印象啊，时时刻刻记住。读僧受持，为人演说啊，特别是李靖。 普贤菩萨教我们把这一条列在第一了，礼敬诸佛，摄机称赞如来。这是应当要学习的，必须要学习的。 现在，请看《寄送》的第一首：“我念如来往昔时，于无量劫所修行，诸佛初心先供养，故获如空大功德。” 大藏神地藏帝尊，这是总的代表啊。后面说了十位呀，这是别墅。总说呢，他所修学的出现供养佛广大。 庄严具誓愿力，他从这里修行证果的，所以在赞颂里面跟他的修学相应了。我们读了，要知道啊。 怎样去学习？啊，第一句我们要认识一切诸佛如来。 在没有成佛之前，跟我们一样啊。他怎么成佛的呢？因为护法而成就的。护法最重要的就是修供养。 财供养、法供养、无为供养，永无间断的供养，要发这样的长远心啊！这里头最重要的供养。 是儒教修行供养，佛怎么样教我？我应该怎么样去做？用我的心，用我的身，用我的智慧，用我的才艺，供养诸佛如来啊！诸佛如来在哪里呢？ 你一定要晓得，一切众生就是诸佛如来啊！供养，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服务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无条件的服务。 啊，不接受报酬的服务，而且用的是恭敬心、真诚心、尽心尽力，这种服务就称之为供养。啊，服务里头最重要的。 是自己要给一切众生做好榜样啊！这个服务到家了这个服务里面充满了圆满的智慧。 教化众生呐、啊！啊，你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从哪里表现？从你的服务、形象上表现出来。啊，从哪里做起呢？这个佛法里头常讲的，这一段里头也非常重视，切记。 我们看看现代社会，一般大众啊，哪一些观念是错误的？哪一些言语是错误的？哪一些行为是错误的？那我们反其道而行之，我们做出一个好样子啊！ 啊，比如这一切大众，对人对事对无。啊，傲慢无礼，啊、那我应该怎么做法呢？我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无。恭敬有礼，啊、我要做出来给别人看呐、啊。 我供养这一些大众啊，希望大众看到我这个供养，啊，接触到我这个供养，他心里有所领悟，这个供养他就接到了，他就得到了。所以这种供养不是供养，不是送礼给人。 啊，我们今天讲送人的财宝、送人法宝，不是这个，自己要做出样子给人看，真供养啊！一切时一切处，我们都要做一切众生最好的榜样，这不就成佛了吗？说实在话。 诸佛如来，诸大菩萨是九法界众生最好的榜样。你看看，佛用这个方法来教导我们，真的是帮助我们呐、啊！快快成佛啊！ 社会上有不少年轻人追求财富，追求智慧，追求才艺啊能力，这个是。 人所必然的，无可厚非也。应该怎么求法呢？妄想分别执着，求不到啊。 震舍智慧，宇宙之间，性相李事因果，这些是大学问，大问题。 自古至今，多少人在研究啊，在追求，一直到今天，也有不少学说出现了，但是没有一种学说是令。 一切大众啊，心服口服啊！这是什么原因？没有找到真理，一切事物真正的道理，没找到啊。所发现的可以说是相似的真理，不是真实的。 相似，所以信的人不多啊！啊，不能就不能接受接受的人不少啊！他们的愿望值得赞叹，他们的精神啊，努力也值得我们赞叹。 他错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找不到事实真相呢？错在方法上用错了。这个道理这个佛经里头讲的透彻、啊。 佛是个过来人呐、啊，我们今天讲哲学家，佛是大哲学家了，啊，你讲他教育家，他也是个大教育家，实在讲说，他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是，这才是真正究竟。 圆满他心地清净，一念不生呐。不但是坐在那个地方一念不生呐，他替我们办事的时候，给我们上课的时候，讲经说法，就是给大家上课吧。 还是一念不生，这个我们很难懂啊！啊，说他老人家静坐的时候一念不生，啊，睡觉的时候一念不生，我们比较容易领会；说他办事，说他在上课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时候也是一念不生，我们就难懂了、啊。 确确实实一念不生，为什么呢？如果生一个妄念，有念皆妄啊。为什么？真心理念，真心里头没有念，所以起念就是妄心，就不是真心啊。于是我们把这个根呢、啊。 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世界所有这些科学家、哲学家，他们都有念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都有分别，都有执着，所以不能找到啊。 宇宙万有的真相啊！佛何以能找到呢？佛历练，佛没有练。到历练的时候啊，这个事实真相就摆面前。所以佛说什么人？ 利妄想分别执着，什么人就明白了？啊、哎，你就得到了。那么在佛法里面，这叫正果，这叫得到。你怎么得到的？你得到的是什么东西？ 大乘经上常说：“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”啊，为什么说你无所得呢？一切都是自信本具的，没有一法是从外头来的。啊，你的智慧是你自信本具的。 绝对不是从外头得来的，你的才艺、你的能力，啊，万德万能，也是你自信本具的，无量的相好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也是自信本具的。 也不是从外来的，所以你通通挣得先钱，实在讲无所得。这个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是真实的受用。 我们学佛目标就锁定在这里啊！我们希求，我们也能证得大圆满呐！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在此念的这首偈啊，“我念如来往昔时”，啊，这个话虽然是。 进庄严床神所说的，它代表我们与无量界所修行。前面第一句讲时间，往昔是讲时间；第二句是讲的空间处所，无量界所。 啊，出所啊！这两句话我们要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：上一句一切实，下一句是一切出。一切实，一切出，没有间断过啊！啊，修行修的什么行呢？祝福、出心，先供养。 这个里头“祝福”两个字有讲究了啊！祝福是指的过去福、现在福、未来福，设防三世一切福。这一句话里面呢，把我们每个人都包括在其中啊。 啊，我们是什么佛呢？未来佛。大臣经商常说：“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呢，凡有佛性皆当作佛。” 你有佛心，你怎么会不成佛呢？现在你迷惑颠倒，你总有觉悟的一天，或者是在来生，或者在后世。啊，无量劫之后也是后世。你本来是佛。 你迷惑颠倒啊！总有一天你会回头，所以一切众生是未来佛啊！一切众生出现在世间，是也是祝福出现在世间的因此，行菩萨道的人行供养。 啊，这个贤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通通供养。这个里头决定没有分别，决定没有执着。啊，用真诚心、恭敬心、平等心供养一切众生。啊、对一切众生。 跟对祝福如来没有两样。过去那些祝福如来啊，是这样修的呀。故获如空大功德。 他们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没有法子形容，用虚空来形容啊！他们修成的功德像虚空那么样大，空还有很深的意思，不着相。 与清近心相应，与真诚心相应，与正觉心相应，如空啊，那这就是功德了。 如果你为大众服务，啊，修一切法都是为众生的，都是供养啊。我修这一切法了，我希望有回报，那就不空了。 世间人需求的，我希望的智慧，我希望的财富，我希望的向好。只要你有丝毫需求，你就做有了，那就不空了。着有跟诸位说，能不能得到呢？能得到。 那不叫做功德，叫福德啊！那这个句子要改一改了，这个念法了。过或如有大福德，主相就变成福德了。福德不能离开三界六道啊！大福德呢，到哪里去？ 手报呢，就做天王了，啊，我们佛经里面常讲的“大梵天王”、“摩西寿罗天王”，啊，那个福报，我们人间不能比呀，啊,啊，他去享这个大福德去了，因此。 我们必须要记住：为一切众生服务，绝不希求丝毫的果报。你这是圆满功德，功德。 里面必定包括福德，福德里头没有功德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啊，福德跟功德的修学，在相上来讲呢，似乎没有两样，不同的是用心不同。 啊，用心不一样。啊，福德是有心，啊有求；功德是无求，啊没有希求的这个念头。差别在此地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 服务的项目啊，无量无边，不要攀缘，随缘就圆满了。啊，攀缘是什么呢？攀缘你就有有心，就有妄心夹杂在里头。 随缘，那个境界也很广啊，义理呀也很深呐、啊。比如，我们生活在现前这个时代，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来服务？ 用什么方法来服务？就我们眼前环境能力能够做到的啊！我今天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是在摄影棚里面。 介绍《大方光佛华严经》啊！啊，你们诸位同学想想啊，这就是知道机缘，了解。 这个时代，一切众生呢迫切需要，而他们自己收获了，我们为他们提供，以这个来供养，不但。 我们每天读诵、研究、讨论，更重要的是自己儒教修行天天在学习。 一天都不放松，日久天长，哎，不知不觉啊，就入了这个境界。这个就是祖师大德常讲的“一门深入”啊，常识熏修。 放弃自己妄想分别执着，完全随顺经论的教诲。经论教诲就是诸佛菩萨的教导啊，我们跟他学，向他学习啊。 加以时日，当然就有成就了。纵然过去生中我们的善根福德差一点，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补足啊！啊，那就是勇猛精进，可以补足。 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之不足，抓住机会弥补这一生当中因缘之不足，只要这三个条件具足了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啊，《弥陀经》上那是讲往生的。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同样道理啊！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入佛境界啊！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。 脱离六道三界，脱离十法界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：学佛，无论是大乘，无论是小乘，无论修学哪一种宗派，哪一种法门，这三个基本条件一定要记住。 啊，善根说得清楚明白一点，能信能解是善根。啊，我相信不疑惑。我要跟佛学，依法不依人。 天人来了，天神来了，鬼神来了，视线许许多多神通感应。我要不要跟他学了？我要跟他学，错了啊！啊，你跟他学什他是天人，你就是学天道了。 但是鬼神，那你学鬼道了。我要跟佛学，啊。我学佛道啊，我学菩萨道啊。天龙鬼神里头有不少也是在修佛道、修菩萨道，值得我们尊敬啊。 激发我们的信心。佛道殊胜，我们今天明白了。天龙鬼神，他们也搞清楚了，也搞明白了。啊，他们修学有成就，我们不可以落在他后面。 啊，这一首记的意思大意，总得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、啊。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，随时、随处帮助一切众生，帮助他们里头最重要的，无论你是。 有形或者是无形，都是要提醒他们觉悟啊，帮助他们回头是岸的。从哪里回头？从妄想分别执着回头，从随顺烦恼习气回头，总依佛陀教会。 这就对了，这个供养是真实供养啊，这个是真实的护持啊，啊，护持诸佛如来正法，护持一切众生正法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